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你算吧，二米太宽，把它2.53米吧，就还有150，是不是？150一边都有175。啊，你看，是那个挣不多一点的，就年纪得80多了，这个，啊，60多。60多。67，65。不用这么长啊，不要把它在前面，就摆在旁边，它就越近，它就越好吸嘛。啊，好的。这条管是一块梗体的，没有切过的这个。啊，从来都没有这么长过。嗯，以前我们都是摆在旁边。